冠姐，你给我机会，给我搞哦！你就是知影，我对你有偌尔认真，偌尔真心啊！就这，珍妮，珍妮，你哪只讲啦？刚刚你为着要让我看到你。 你的命拢不爱挃啊！珍妮，你是不是做噩梦啊？阿姐，珍妮，你怎样？你拄则是不是做噩梦？阿姐，哎，赛莉啊，不好看。 你是不是抗拒去疼啊？我还去叫医生啊！别走，珍妮啊，你先别出来啦，我刚是去找医生尔。管姐，真正是你，你无代志。我拄则梦到有人要杀你，规身躯拢是血，我讲就是讲。 我要失去你啊，珍妮，受伤的人是你啦。你为什么要替我动刀了？你敢知影？你安尼会无命呢？你就是我的命。你若是出什么代志，我嘛活袂落去啊。关姐，你有受伤无？我无代志啊。 你搞不好我真好，安尼一点仔拢无好啦。伊哪会使做这么危险的代志？我刚才知影，每当让你受伤，若是搁重来一摆，我还是同款会为你动刀。关姐。 我不爱你报答我，啊，不过，请你莫甲我撒开好无？我知影我唔对啊，我以后袂过遮尔冲动啊，这一切拢是我自愿的，我嘛会甲我爸妈安尼讲。对啊，我想起来啊，你是毋是甲我讲，我若是我的，你就会甲我结婚？ 你有安尼讲，对无？不要紧，你唔免娶我，我袂用救你一命来逼你。我干那希望，你莫甲我杀鬼，我会当等你。 原本不是要跟我结婚，这是拉伊兄弟的亲戚啊！是的，是我使用，这害你让人暴躁，这害你受伤，差一点把人无命。像我这款的查甫人，你敢愿意跟我做伙？ 你也是同意，咱来结婚啦！手机啊，我的手机啊嘞！手机啊，哦，手机在啥？我想要录音，当作是证据，因为我惊你会反悔。 我惊这一切拢是一场梦，关姐，你敢袂当正式跟我求婚？
方冠杰，无得卡，这就是你的命。你放弃过小春，啊，不过这里从来无放弃过你呢。伊用伊家己的性命，甲提供被争取，伊想要伫个爱情。你袂当阁予伊为着你流目屎啊！珍妮，你敢愿意嫁我？你若是愿意，我方冠杰会照顾你一世人。愿意，我愿意。你已经跟我求婚了，对不？你讲你会陪我做伙一世人，对不？你袂当反悔哦。对，我错了。冠杰，我终身会当嫁予你啊！我自细汉到大汉的愿望，终身会当实现啊！我真正就欢喜。这无啥，我哭哭伊就好啊。你有我一个人小冷静者。是谁来打？世事的变化，一分一刻，相爱敢有影？听讲你牵挂，孤单的囝，找无未来的希望。陈小春，你已经一届搁一届把冠杰杀开了，你的心不应该遐尼疼。你早就知影，你甲冠杰无缘分。即摆伊决定要娶周珍妮，你甲伊所有的一切，你对伊的思念，都到今仔日为止。冠杰，即届咱真正拢爱放手啊，嘛祝福你会当得到幸福。珍妮，我问过你的医生啊，伊讲哦，你复原了真紧，会当出院啊。我会当出院啊，吴总，恭喜哦，你就是好人有好报，才会当这紧就出院啊。冠杰，安尼咱会当马上进行后一步的计划啊。珍妮，虽然讲你会当出院，也毋过上重要你要调养身体，有啥物代志，先莫遮尼着急。啊，唔过你先坐先。哇，珍妮啊，哇，你这卡手指有够水的呢！啊，你受伤，骨发就削皮了。手指水，啊，唔过怪所在骨卡水。结婚手指哦。爸妈阿姨，张冠杰跟我求婚呢。Jenny，
妈真做替你欢喜的。即阵嘛，你受这么侪折磨，这就是给你上好的礼物。君姐，啊，你答应要跟姐你结婚啊，就表示讲我跟恁爸爸真紧就有当抱孙啊吼。哎呦，我都讲哦，拄只我一个看到珍妮哦，哦，伊气色有够好，根本就无亲像是白人嘛。因为爱情是查某人上好的化妆品。冠姐，你敢真正要跟这结婚？这边哪有可能？周安迪，你讲这什么话啊？哪会无可能？我警告你哦，你上好是卖了我生气。影响到我后完的时间，嘛影响到我甲冠杰婚礼的进度。冠杰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敢真正考虑清楚啊？这是我对珍妮的承诺，我当然嘛要负起责任。冠杰，所以你对珍妮敢来承诺、甲责任？一定有爱啊，有爱情才有承诺甲责任啊，对不，冠杰？好，站在朋友的立场，我会讲你实在是一个硬头。要不过，站在我是酒家人的立场，既然你都已经考虑清楚啊，那呢，请你以后好好对待阮姐，因为这是你家己所做的决定。珍妮，我问你，伊个帮会已经决定要帮恁走，是安怎突然间阁雄雄提刀要追杀你个冠杰？可能是因为我把其中一个绑匪的面罩揪下来，有看到伊的面。你敢知伊什么人？我知影迄个人是因的老大，啊，不过我无熟悉伊。是讲珍妮啊，你若是会记哩，迄个老大生做啥物模样，咱就会当找迄个电脑素描专家啊，迄电视拢安尼演的啊。对对对，莫德卡是咱识识的人嘞。是安尼无唔对，啊，不过我一看到伊的面，伊就把我杀开，所以我即马无啥物印象啊。珍妮，卡叔，你若是阁看到这个人，你敢认袂出来？因为迄当阵伤过紧张，我袂记哩啊，嘛认袂出来。嘛有影，这款代志啊。最好也是别记起啦，啊，若无以后啊，心内就会留一个阴影。对啊，嘉祥平安倒转来以后，足久的时间，大家拢做恶梦。珍妮会当把这个代志放袂记，连都是好代志。信强，什么代志？我想要多谢你，愿意心酸珍妮。袂阁做起珍妮甲冠杰的代志，这无说甲说多些，因为我到今我袂当确定，安尼对珍妮是好，也是唔好。阁有啥物代志？珍妮甲安迪拢要有家己的家庭啊，咱四个人就要进入人生后一个阶段，以后我就会当专心全力关心你。分担你的工作，好好照顾妈，让咱的家庭和生活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幸福。是，接下来我的人生是进入另外一个阶段。等珍妮和安迪结婚以后，咱就办离婚手续。你还是要跟我离婚？我了准。你抓准什么？那是因为你无够了解我。啊，不过咱阿母同心，不是真顺利，把珍妮救倒转来，把这个代志解决了。咱救的是珍妮，不是咱的婚姻。你敢袂用趁两个囡仔设想？若是咱离婚的代志传出去，安尼就无面子的，要哪向亲家交代？我不了解你现在在想什么。咱的婚姻是安怎向高家甲本家交代？对双方的爸母来讲，上重要的就是囡仔婚姻幸福。就算讲咱离婚，我同款会出示婚礼，
我同款是主婚的，安尼有啥物影响？那恁我咧，即个若就若传出去，一定有人对我叽叽嘟嘟，对我背后讲阴暗话，我面子要烫到。面子？我已经让步啊，而且我嘛已经讲，我等珍妮甲安迪结婚以后才办离婚，而且这个代志我已经低调，安尼算是有顾着周夫人的面子。